名字翻译名字不同，意义是一个，乃至于是无色定，是无色定啊，就是四空定，是空定，超离了色法了。那上四天呢，没有色法，没有形象，所以叫做四空啊，那叫四无色定，四无色定。四种梵住呢，有慈悲喜舍、四无量心、清净的，都住在慈悲喜舍、四无量心，就是梵天所住的处所，有慈悲喜舍、四无内定，就是四无内定、四无内解、四无内解啊，四无内解就是言语表达的语言的能力。没有什么障碍，没有障碍。第一个法，善能表达法的含义，领悟了这个法，它的句子、它的文章、它所含的义理、它的言语、它的词句，乃至它的文章，那义无奈、词无奈、辩才无奈。也似无奈字，似无所谓，咱们刚才讲了啊，因为智慧广大，什么都了解，这是佛说的了，所有的烦恼都尽除了，没有了，漏尽了，没有障道的，一切都障不住，说说法无奈，立身无奈，这咱们前面详细讲了，若转轮王具足七宝，入世的如来成就七宗菩提分宝，若转轮王千子具足，容见端正，能服原理，如是如来有二教之如等为最初，数摩陀罗数的是数那多为最后，那佛的弟子是没有说数字的，说一个最初度交尘如无比丘，交尘如为最初，数摩陀罗数的多数那多，那不念次啊，数那多念那啊，数那多为最后，最后。说如来成就了七宗菩提了，七觉之分宝，轮王有千子，那释迦牟尼佛的比丘比丘尼啊，常随纵有二千五百，就这个含义，那焦陈如呢，就是佛最初度的五比丘之一，就是初度焦陈如，阿绕是赞叹的意思，阿闹是赞叹的什么呢？赞叹他得度的时候，能够擅长一切正说，因为他以前的技术。他因为最初时候佛出家时候，净饭王就叫他来照顾陪伴太子去出家，那他一直在佛的身边，后来到那个泥莲河的苦坑，雪山苦坑下来，佛在这泥莲河洗完澡洗澡的时候，受那个村子的女人养牛，那个供养佛的牛奶就是乳酪，那佛就接受了喝了，那焦陈如他们四个就因为佛呀已经不修道了，弃掉苦行了，那他们也就离开佛了，他们到鹿野园去住，然后佛出成道的时候到鹿野园要把他们渡脱了，完渡脱了，就是赞叹呢，
我赞叹他开了悟了，在僧团之中他是第一个开悟的，也是第一个得度的，所以阿绕，我说就称赞他的意思。他叫声说苏巴陀罗呢，又名叫须巴陀罗，他叫翻译就叫善贤，叫贤好的一个人。佛在入灭的时候，他是最后得度的。佛在入灭时候，他来求佛度他。他是居士城，印度居士城一个修清净恒的，修梵恒的，到活了120岁。佛度他的时候，他已经120岁了。在佛入灭的时候，这梭罗树林涅槃，他想见佛，阿兰不给他见，主那他不要他见，那他再三祈恳求，佛知道了，佛就叫要叫他见了，见到佛就给他说法，他当时他就证了阿罗汉果。佛一说法，他证到阿罗汉果，证阿罗汉果完了他就入灭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愿意见佛，不愿意先见佛入灭，他自己就先入灭了。这些个诸大声闻是从佛心生的，心的佛是意念说法了，要从佛口生的，又从佛的法的化生的，因此他们都得佛的法分。因为我们这大乘大记是小大都捐缘的了，所以从他最初开始乃到他成教，那以后呢，所以大乘大记都把它卷成大乘，是大乘教义。但是咱们说这一个名词，一些个现状，都摄入大乘，这叫转小成大。这些个大声闻是从佛心生的，从佛法生的，从佛口生的，从佛法化生的，得佛的法分。没说他们全得，他们认为全得，实际上他只得到佛法的一份。住漏融尽，再不漏了三界了。名为融尽，即是梵住，梵就是清啊，梵是清净的，是名为端正，能服一切外道议论冤，议论冤敌，是融尽的意思。若转轮王以84000小堵，把小城啊，小堵小周堵啊，周堵就是小城镇的意思啊。如是如来100000亿次南瞻部洲，以100000亿次西牛贺洲，以100000亿次东毗提河洲，以100000亿次北俱卢洲，1000亿次住大明海，以1000亿次住妙高山，以1000亿次四大天王，以1000亿次飞翔飞飞翔天，以1000亿次大轮为山，于此高广一佛土中，言因实化，皆得自在。100000亿次呢，就是100000亿啊，据此就翻译。百句词就是100亿，100个亿。这是一个佛所画的境界的图，一佛的梵美，一个佛所画的
化度的梵文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来于三千大千世界中实现成佛了，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实作佛事。转轮圣王呢，是统领四大部洲的，这四大部洲里头有八万四千的小洲，那小城镇的意思，拿这个来形容，说如来是说法的时候，施化给众生的言语是自在无奈的，可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。善男子，我求入世第十佛轮，由此轮过，入世了之，至身他身，住漏融尽，利于难乐，无量有情，得难稳重，得无惊恐，得无所谓，至诚我处大仙的尊位，转与佛轮，虽受天魔外道邪论，处大宗中正十字后。佛最后解说是，这就是佛我成就的十个佛轮，用这个果王的十轮来形容佛的十轮。善男子，我成入世的十种佛轮，本愿力故，由我最初发心求成佛道发的愿，我愿意在五浊那世来度一些有情，损灭一切白净善法，匮乏所有极胜残宝，远离聪明智者，断肠罗网之说否必，常好成欲速讷取车，后世苦不见不畏，常处偏纵无名黑难，举十讷业照无逆轮，毁谤正法，诽谤正法，毁之贤圣，离入善法，具足讷法。同时佛就跟地藏王菩萨说我以上所成就的十个佛轮，这是我的愿力，成这十轮，修成就这十轮呢，专门是对五浊那世有情的，所以我居于这个果斗，这个不是果斗，佛斗，本愿力故。那上来这十轮呢，专门的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法，因此这个世界啊，白净善法是损减的，其剩的财宝是少的，困乏的，聪明的智慧没有，是被那无明啊、罗网啊、断肠二剑、断剑长剑、邪知邪见这两个，被这个罗网所否准，不落于断就落于长，长称的是讷取车，专望五道轮回啊，对后世苦呢没恐怖，常处于无难海难当中，十讷业是具足的，照无间罪，毁谤正法，谤毁贤圣，讷法是具足的，善法是没有的，
你若善法，亦若能法。嗯，那这个咱们这个断肠的罗王讲，断是断见，肠是常见。断见常见就是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善恶果报。嗯，善恶。那不相信善果呢，有造恶者多了，修善的少了，所以常住在恶趣。而且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常时这样转，像哪去车就得哪道转呢？言外之意就常做哪业，做善业时候很少，嗯，所以像这个哪去车就到哪去去了。这个哪去是存指着三恶道说的，要不相信我。对未来受苦啊受乐呀、啊、他不相信。因此呢对后世苦他不恐怖也不畏惧。那所行的呢都是黑夜。最大的这个坏处就诋毁圣贤破坏三宝。甚至一家就谤毁三宝，嗯，第三法原理，他所做的都是哪法，远离三法的就记住哪法了。因此，我上来所说的轮呢，十佛轮呢，专门对着这些众生的，我以其中，我在这个五座哪寺的当中。成就了十佛轮，我是得难忍住的，得无惊恐的，得无所谓的，至少我是大仙尊位转于佛轮，降住天魔外道的一切邪论，专门降服天魔外道，催眠一些著有情类的，嗯，犹如金刚坚固的烦恼，随心舍乐，难乐一切有力的众生，令住三乘不对同位。这一段全说的五座哪事，特别注重佛说我趁我本愿力故。所以要在这个众生中度众生，尽管是五浊恶世，我是难稳住的，得难稳住的。嗯，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他那烦恼啊，像金刚一样的坚固，很不容易转。嗯，想转变此世界的众生烦恼。非常的困难，这个，但是呢，佛还不施于教化，发愿专度这个众生，啊，这里包括就很多了，嗯，因为你没有智慧，不清楚一切事物的发展，我知我见呐，甚深坚固。稍微一不顺他的心，烦恼来了。这个每个道也都能体会得到，稍微不顺心，烦恼来了。而这是啊，世间事非常多，总说是看不破，放不下。烦恼有轻有重，有大有小。不论轻重大小，断起来非常之难，非常之难。因此佛在说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度众生啊，
那就难极了，很难很难的。说这个众生难调难佛，我曾经又想到在地藏经，阎摩罗王问佛说，地上不是那么大的神通，那么大的力量，为什么在地里度了众生还没好久又回来了？那其实地藏菩萨四大菩萨，就像中国四大名山嘛，四大菩萨，哎，你度了他又回来了，度了他又回来了，啊，叫什么呢？不能彻底的改悔，或者听到佛的菩萨的教诲，转变了一下，但是那教诲离开耳朵了，哦，离开这回忆了，他又照样去犯了。所以佛菩萨在这娑婆世界度众的时候，不厌其烦，以智慧加持众生，让智慧让众生能够除烦恼。所以佛说，随他们信要的，我难离他们，难离这有情给他说法，让他们自己能够住在三乘当中，叫声闻缘觉菩萨，不再退到六道当中去，就是六曲轮转了，这就是得道不退位，就是成了圣果之后，我再不退到凡夫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尔时，会众一切菩萨摩诃萨众，一切声闻，一切天龙，广说，乃至揭扎不丹那众生、非人等，皆大欢喜，同唱善哉善哉，与大相遇，与大法化语，与众宝语，与大音语，一切大地皆起震动。闻说入世十种佛轮，与众会众有八十四百千诺耶陀菩萨摩诃萨的无声发音，佛有无量菩萨摩诃萨回到种种住陀罗尼三昧席地，三摩地印，佛有无量无数有情初发无上正等心的得不思转，佛有无量无数有情待得果证，叫做八部鬼神乃至于人非人，闻道佛所说的这十佛轮呐，都生了大欢喜。那在这个法会的四众弟子，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他们因为佛说的法，也生大欢喜。同唱很好很好，就是经上所说善哉善哉，赞叹。但是法会这一会啊，佛说完法了，空中降很多的香，很多的花，用这个香花一些众宝来供养。而雨呢是形容词，因为供养很多嘛，就像见甘露一样的。在这时候大地六种震动，
同时又有些个菩萨证得了三摩地了，就得了大定啊，证得无量三昧，就陀罗尼，就是总持。三摩地、陀罗尼都是一样的含义啊。嗯，也翻总持嘛，就持一切法，含着无量意。徒子菩萨四众，菩萨声闻缘觉，嗯，那还有一些个众生呢，在这会中为此法会当中的众生，发了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，得到信心不退，信心不退，这个不退转，事实是他的信心不退转。不是正的不退转，是吧？发了菩提心，再也不退失这个信心。这一点就很难呐。现在我们成为毛道凡夫，就你不定啊，信心呐、啊，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。不能坚定的再不退信，虽然没住正位，没登到住位啊，但是他信心已经不退了，信心不退了，渐渐就能正果了啊，在这个信心基础上就能渐渐的住在菩提心，行菩提心，完了渐渐就能成了。嗯，最难的要是信，发了菩提心能够坚定，这是很难了。说在五浊那世这些个刚强众生，包括我们都在内，他那烦恼非常的坚固。但是这个我想圣境啊，我体会不到，烦恼非常坚固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啊，动不动就烦恼了，动不动就烦恼，无缘无故的自己跟自己烦恼。烦恼什么象征呢？你看他烦恼了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，哪个道友烦恼了，他马上就变了，说话也少了，动作也很消极了，反而他总有一个怪样子，让你认识他，他正在烦恼当中。有的呀，他还装起的坐那段像禅禅一样的，实际他烦恼很重了，克服不了。念的佛有时候念风也很大的，怪念，不是他烦恼了。烦恼的表情表现太多了，这我想大家都会自己体会到的。像我们大众，这点我敢保证，除我身也，是佛毁谤佛像，烧佛像，恐能在我们当中没有了，这个是没有了。烦恼再重，也不会砸佛像去，这个是没有了。我说烧佛经有没有呢？烦恼太重了，拿着佛经都扯了，像扯烂子似的，有没有呢？反正我是看见过。你说这叫什么呢？这在家就是一般的不信的，他发脾气，他不迁怒，不贰过，儒教的教义。他念佛经，他想求一个愿望，他才念经，愿望达不到了，他烦恼来了，他再念他有什么用，他连经都给扯了。扎佛像的我还没看见过，扎佛像，但是很多的子像不尊敬，那也是化身像啊，没说木雕的子画的，就是破法的罪，
毁没三宝的罪，傍生的罪。